这是老差，叫什么浮游生物啊？你怎么了？然后我第一次戴头套，一秒钟摸这怎么戴啊？哎，不是故意的啦。有松开无？好大个。还有嘞？依然是没有变，这么怕这个弟弟。Hello， 宝贝在哪里？如果没有错的话，应该躲在这里。啊，看到你了。回诊，回诊。宝贝，开心吗？要打预防针哦，预防针打完一个礼拜没问题，就可以出去逛大街了。哎呦，今天不太一样哎，今天拿一个粉红色的，不要着急的进去啦。好，进来吧，嘿，进来，这么可爱哟、喔。进来，哇，进来。推屁股，推屁股。这样子好可爱啊，超可爱的，超可爱的。倒了，倒了。好，看医生哦。我们出门了，没有多涂个几层，都是不安心的。所以猫咪的防护是最重要的一环。走了走了，透个气吧，看头出来。每个礼拜都要来。预防针打完之后就是一个月打一次，然后你就要结扎了哦，宝贝，好可爱哦。看看看，看风景，看风景，哇，很新鲜，对不对？是这个世界，天大地大的。你要洗哈。不够淡定，不够淡定。转来转去的啦。这个 M 要不要带麦当劳？你是老虎是不是？嗯，捣蛋虎。两个大人帮你马杀鸡，不松快不？好大哎！便秘好像算正常。太好了，健康了。听到便秘正常了。那我们今天过来打第一剂的预防针了。对。哦，这次被抽屁屁蛮安静的嘛。吃东西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，给它多咀嚼，然后牙齿长出来了，可是旧的乳牙还没有掉。忍耐，忍耐，是男人就忍耐。打针了，打针了。男孩而已呀。哇，好棒啊！超棒的。就是不错不错，打预防针了，终于打了，小漫长的医疗之路。跟你讲很像。好啊。跟你讲养的时候也跟我差不多。那叫什么名字？加嘎。那这一个呢？玛莎拉蒂。小熊。哇，小熊。到家了，到家了。等一下，把你的木马给你好不好？穿粉红色的衣服的阿呼，这样他，哎呦，他这样有多少行动啊？阿呼，就被真正的顽皮抱了。可能会帮他戴一下小头套吧，因为他耳朵在抓。哎呦，你怎么了？嗯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没事？耳朵在抓，哎呦，你怎么了？你看是怎样？头发也是脱下了，好，一秒脱下，好脱哎，开心了没？你最喜欢的逗猫棒在这里。他最近有个坏习惯，喜欢用手去玩水，跟我小时候一样，补充水分。他等一下如果抓耳朵的话，穿戴不穿？他今天有帮他彻底的清了耳朵，他左耳朵比较脏，然后没有耳戒虫。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明显在抓，好了。那我们帮你戴一下，好不好？戴一下好不好？阿呼第一次戴头套，因为他刚刚切完点完药哈，也会比较痒的。你看他还是想要，这是老超，你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什么浮游生物啊？帮你戴，帮你戴，阿呼戴头套。哎、欸，阿呼，阿呼来来来，别想，别想抗拒。他第一次戴头套，欸、可恶，他跑掉了。好了，阿呼来，来我身上。哎哎哎哎哎，还好，他还是阿呼，没错。你看，你看，猫戏团的阿呼，这个现场演出当中，直接肩上绝技。他想戴，他想戴，是你自找的哦。既然你这样的话，我就满足你的要求。好，出去了。我来看一下，阿呼第一次戴头套，想要把它给摆脱，摆脱。哦，听了听了，好，原谅他，原谅他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不是故意的。不要不要不要，这样对待人家，错了是我，错了是我。好，不戴不戴不戴，一秒挣脱这怎么戴啊？他已经算紧了嘞，哦，他这这个已经，哎呀，我抢回去，好了好了，他不是故意的啦，不戴不戴不戴，那就不戴那就不戴，好不好？那也不可以乱抓哦，你真的是很到处跑啊你啊。所以他结扎已经在倒数了，也好啦，先让他打当玩具，充满他的口水味之后，真的需要戴我们再帮他戴，再拉紧一些些啊，也许就好一点了。啊呼，这里很舒服吧哈、哦。